边界，就是它很宽，就是那种大宽管，然后两色，就是一个是黑色，一个是杏色，然后穿黑色，基本上它穿到菜楼都可以的，是这里都是宽松的，然后它侧面也做一个口袋。然后来介绍一下它的那个细节，它的松紧带，它就顶多只能这样子而已，所以它在过腿的时候可能会比较紧。然后穿大概到肚脐上，这样才不会落地，这样搭那个羊驼鞋都可以的。正面，然后侧面，很像裙子那种感觉。